一，哦哟，来，我们看看爷爷打几下，来，我们先看看爷爷打数，开开数，数爷爷打几下，来，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哦，不错，开开来，一，哎呀，不要紧，再来一下，再来。 一，哎呀，再来一下，来，放在拍上，好，开始，来，一，眼睛看着球，眼睛看着球，眼睛看着球，来，一二，哎呦，好打一，叫爸爸打，看看爸爸能打几下，来。 你先玩一下，玩一下，玩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走啊。待会儿再来玩，你爬呀爬哪儿，要爬什么地方，爬吧。啊，走走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哟，你摔到里面去了你，我怎么看不见你了？我怎么看不见你了？待会儿我们去看好房子再过来玩，好不好？这地方好玩吗？
哇！这边是朝北的一个餐厅，我们这个餐厅面宽3米3，放下了这样一个6人的一个餐桌之后，我们感觉还是蛮宽敞的，还可以放点其他的，以后可以把这些装饰，我们到时候交付是没有的，自己来改造。做一个观景窗，也是为了透气干燥，然后干湿分离。像一般的这边都是可以放东西的，对，下面也有空间。然后我们这里面的产品是杜拉维特和高怡的品牌，像高怡被。开开爬上去，爬给爸爸看一看。这近一拍，离了介远拍。我可以拉过来呀。反应是蛮好的。搿反应老准啊。反应老好的。伊个设计了，侪蛮合理的。哎，那侬不要装修。开，下一个。开过来，开开开过来。开开，方向把握好啊！你要开到那个里面去啊，然后倒车倒出来，倒车，好，再倒一倒，再倒，好嘞，好，好了，往前开，往前开，哎，对了，哎，子轩。我们来给你拍一个，来对着来，叫姑奶奶，叫姑奶奶，来。哟，真棒！哟，好了，先来奖励奖励。紫砂。奖励奖励，紫砂奖励奖励，不好的，不好的奖励。那走了啊，不管你了，走了，走，不管了，我们走。小宝，每次他不会的，你把他弄完，他不会的，这个人家设计都非常，他这个设计的就是他在这里爬不上去的，来。再上一个。
垃圾桶里行，垃圾桶，快吃完吃完了，垃圾桶。哎哎，对，这样滑可以，不能倒过来滑啊。嗯。爬上去了。Thank you.